拜托，我们好像进了动物园了，把我们当作猴子耍。你们连看一眼的资格都没有，还讲话？注意，少修，面向我，成联合队集合，出去。第二排中央五队等我，向左滚，滚！向左滚！小心！当过班长的请出列。拜托，又是官官相护，还是当过班长的好的啦。嗯，进，立立，帅哥，你戴上这副眼镜实在很有魅力。哦 ，Ribbon， 我先替你保管一下。你们给我听清楚，从现在开始，给我忘记你们曾经当过班长，懂不懂？懂。当过班长是这种声音吗？后面的听到没有？还好没当过班长。嗯，你们看，没有回答就表示他们通通没有听到，懂不懂？懂。不要以为会令人扫兴就能当班长。我现在告诉你们，什么叫做班长。班长邱总统报告，全连一到四官兵，九十兵，十到九十兵，报告完毕。收音，非常好。你们都是自愿来的，有后悔的，现在走还来得及，因为这里不要懦夫。但是你们要搞清楚，不是你们想留就能留下来，凡是不合格的都要被淘汰。特战队要的是能爬高、能钻低、能上山、能下海、能誓死达成任务的人。枪不在多，在于准；人不在高，在于活。我要的是勇士，不是莽夫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不会给你们任何机会，因为在战场上，敌人也不会给你们任何的机会。给我听着，历年结训的人数
最多三分之一。我希望你们能打破这个记录。报命。首先，立正！抬头。对，五分钟后，检查内务。你们给我听好啊！弄错一样，你们叫倒霉啊！棉被外沿，距床头20公分。钢盔距棉被内沿10公分，鞋子脸盆放床下，上铺在左，下铺在右，漱口杯放在脸盆右侧，把手向内，牙刷向右，毛朝下，牙膏向左，肥皂放在杯左侧，各边垫背间隔30公分，扫息以后开始动作，撤下。听清楚没有？牙膏在哪里？还有什么毛？动作快，动作快，快点！还有4分钟，是，给你。牙膏放左边右边，牙刷在左边的，牙膏在右边的。哦，这么长，这么长哎，我的脸盆呢？没有，我的脸盆。哎呀，你脸盆我两个一样，白有点脏。嘿，金兰阿衰呀，那一本就莫急。妈的，都老鸟了，还搞这一套。你飞机那很大的啦，拜托。哎，抬头！听见抬头？扫息以后，床前就定位。严格的训练是军人最大的福利。
你们不要搞不清楚状况。在这里，你们谁敢说是老鸟？千万不要以为给你们轻松，你当放松，有数馒头过日子，混！特战部队的任务是敌后突击作战，要想圆满达成任务，就要加强锻炼，练体力，练耐力，练胆识，练技能，把自己训练成一个全能的战士。你们到这里来，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，是不是？是，班长。你们是不是来这里数馒头混日子？不是，班长。是不是要把自己训练成一个全能的战士？是，班长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报告班长，刘德才。我警告你啊，跳伞读秒的时候不要给我结巴，听到没有？是班长。你是哪里人啊？报班长，广东人。广东人怕馒头，馒头怕狗，狗怕广东人。我会记住你的，以后营区里少一条狗你就倒霉啊。是的，班长。帅哥，这只表蛮帅气的嘛，哪里买的啊？包班长，包刀买的。听不见，哪里买的？报告班长，包刀买的。哪里买的？报告班长，包刀买的。我告诉你们，在这里，只有班长的表才是包刀买的。听到没有？听到。从现在开始，30秒时间之内，床上躺平，扫息以后开始动作。扫息。还有20秒，10秒，5秒，4秒，3秒，2秒，1秒，1/2秒，1/4秒。Thank you.
星期一。我是关心一。哪呢？踏过了八千里路，受尽了风吹日晒，终于成了老鸟。原以为来到这里，日子必然轻松愉快，没想到这里再也看不到整齐的班教练，更不需要立正扫息，却要我们像猴子一样的精灵敏捷。站！凡是动作、反应、体力、耐力、速度，甚至精神意识不合要求的，都要被淘汰。因为正如班长所说的，在战场上要保护的不只是自己，还包括了你的伙伴。尽管我们都是经过挑选才来到这里，但是一样的馒头却养不了一样的人，甚至班长也不例外。就像这两个班长，一个外号叫兰波，另一个叫魔鬼阿诺，他们每个月都要挑战一次。永不故障的训练机器，他要我们变成永远打不倒的机器战士。特战，上！哪里啊？你们两个已经阵亡了，出来！不过在部队里，七浪姆汤秋不会，在班长的眼里，永远没有十全十美的兵，尤其是话不能太多，要不然不但日子不好过，而且还会害人害己。有山就有水，有水就有鱼，风平浪静训练不出好水手，惊涛骇浪才能创造大英雄。你笑什么？笑什么？报告那个班长，大叔啊，有鱼大家摸的啦。有鱼大家摸啊，你们摸嘛，摸不到鱼的不要给我上。摸到没有啊？报告班长，没有。我说过有水就有鱼，你们一定会摸到，下去。哦，杰巴彩和文旦是一对宝，文旦什么都大方，就是对槟榔特别小气，而偏偏杰巴彩又特别喜欢吃伸手牌槟榔，哼，让文旦想尽各种办法来对付他。哎，槟榔来历了。嗯，我你哪呢？真的没有了。
林金彪。啊！班长好。你刚才是不是在吃槟榔啊？报告班长，没有。你平常喜欢吃哪一种啊？平常我喜欢吃柚子耶。哦，柚子耶，是不是这种啊？是啊。现在改吃包邮啊。哦，那是这种哦。我现在告诉你，以后再让我看到你吃槟榔的话，就把这两颗给我吞下去，听到没有？听到没有？报告班长，听到。可是，自从有一天晚上开始，杰巴才再也不吃槟榔了。嗯。嗯。哎，我文旦。嗯。槟榔来历。嗯，没啊。哼，过来几头。这高不能那看戏。啊，那呢？干！皮蛋是一个善良憨厚的人，他的脸上永远带着一丝可爱的笑容。可能是生长环境的关系，他穿鞋就跑得快，打着光脚就健步如飞，也替他自己找了不少麻烦。快点了，报告班长，第五班报到了。狮子呢？让他休息一下。哎，李神龙，哎，皮蛋这下有救了。哎哎，姐姐。皮蛋有个漂亮的妹妹，每次她来会客，一票猪哥都会一涌而出，而且忍不住都会唱一些不要脸的情歌。不要理他们了。假如你要嫁人，不要嫁给别人，一定要你嫁给我。
门前屋里面啊，哥，我有话跟你讲。好啊，那我们到那边去谈好的吧。啊，走吧。可是奇怪的是，自从这一次以后，皮蛋妹妹就再也没有来过了，而皮蛋脸上的笑容也似乎被她一起带走。庄仁杰是我们队上无论动作体力都是最好的一个，可是优越感与好胜心反而引起班长对他特别的注意。至于我，那就更惨，营区的狗我每天都要数一次，假如少了一条，我不敢想象会有什么后果。小白，小白，每次在营区不要乱跑，再乱跑就关你紧闭了。来，我最担心的是厨房那两个鬼。一个听说是来来饭店的大厨。另一个是板豆儿，可是这群狗偏偏又喜欢往厨房跑，看他们的样子比广东人还可怕。来来来，戏阿边哥会拉肚子，就是因为有你这种不卫生的人在炒菜。你以为你是在来来饭店呢、啊？部队讲究的是迅速确熟，色香味俱全，安尼才是大中部赛水准啦、啊。水准，山东府水准最高了、啊。而、啊、我没有做兵以前，每天要办七八十桌，他、啊、是要怎样炒菜给人家住？你讲。嗯，阿边哥在吃饭呢，你当作领导四人出山在泡咸糜，给人吃？老乌啊你！你的，哼，胖三小，哼，哼，那人呢？来，哎、欸，你看、哦，我们要杀先杀哪一株啊？乌的较暴，当然嘛是生态乌的。这若滚滚吃吃，是变变叫啊！来，哼，哎、欸，啊对啦，啊你补药拢准备好未？有啦。当归、枸杞都准备好了啦，安尼伤傻啦，迄热天食到甲你流鼻血呢，会流鼻血，安尼唔通嘞，我还没娶某嘞。啊不过，我看这只黑的，好像太小猪呢，我们要杀哦，先杀这只黄的啦。嗯，人讲食幼齿的补中卡呢，反正咱生态乌嘛袂歹哦。伞兵，是突击作战的先锋，你们给我记着。一旦作战，降落的地点绝对不是高尔夫球场、青年公园。恶劣的地形是跟敌人一样的可怕。我的任务是教你们如何活着落地，千万不要在降落之前就给我阵亡。总而言之，我们曾恩总的是长安是好大家住手，1秒钟，2秒钟，3秒钟，4秒钟，检查站，注意是否准备好，准备着着陆。等等，哟，你已经帅死了，再给我结巴的话你就倒霉了。再数一次，住手，1秒钟，2秒钟，3秒钟，伞兵注意，右前方来把伞，向左方发力，划过去，准备走。伞兵注意，左前方来把伞，向右方发力，划过去，准备走。各台跳。哎，哦，哎，
你怎么的？丢的啦，也丢的啦，又也丢的啦。这是一秒钟，两秒钟，三秒钟，四秒钟。警察伞，半翻伞，压他跑跑跑。警察伞，注意四周，准备作路。主伞不开怎么办？报告班长，拿副伞。副伞不开怎么办？两眼开开，准备投胎。谁教你的？左边洗完，右边洗，右边洗完，上面洗，上面洗完，下面洗，一秒钟，两秒钟，三秒钟，四秒钟，洗完了。伞兵队，右前方来了个妞，向右前方滑行。伞兵队，左前方又来个妞，向左前方。你们在干什么？一秒钟，两秒钟，三秒钟，四秒钟，检查伞，注意四周，准备着陆，五点钟。拜托，怎么多一点？不奈安尼。上来干什么？你已经阵亡了，你知不知道？给我下去！一、二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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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。想拍谁？我敬你一杯。白天害你受罚，不关你的事。他一开始就把我不顺眼，毛起来就找机会整我。他以为他谁啊？我看他长得倒像个文旦。其实你也不用想那么多了，反正几个月嘛，一咬牙就过去了。来。班长来了，快闪！啊啊！
轻一点啦、啊！哦，快！你们几个人喝酒啊？包班长，就我们两个。交互蹲跳二十下，开始。真的只有你们两个？是的，班长。交互蹲跳四十下，开始。给我收拾干净，回去睡觉。明天早上找我报道。是的，班长。离开。希望你能自动退去。我不退，我们不要有个人主义的人。我没有，我只是想拿第一。你错了，特战队要的不是个人第一，而是人人第一。我没有，还说没有。昨晚上为什么躲得不出来？让你战有受罚。假如你弟兄被敌人包围了，你已经说两次吗？不是，不是。我不是，我只是想在这里不要有任何的缺点。我告诉你，特战队的精神是宁愿自己倒下去，也不愿让伙伴倒下去，人死不留尸。我们要的是勇士，不是杀手。可惜你都把他搞反了，我要磨到你自动退去。我不退，我会撑过去的。好，我看你撑过去。部队里，对的不一定对，错的也不一定错，似乎全看班长的判决。昨天晚上的事，原以为我和文旦今天会很惨，可是很惨的居然是帅哥。奇怪的是，班长怎么会知道帅哥跟我们一起喝酒呢？
对不起。昨天晚上，哎，他想逼我退训，门都没有。那就让他失望一次。哎，妈想要怎样？去换一件衣服，我们去洗个头。哎，理发部新来一个三号小姐，很正点，我们去拔一下好不好？哎，一起去吧。拜托，怎么有心事那么多？哎哎哎，你的黑黑狗不见了。嗯。邓丹，你惨嘛，明天放假，你要留在营区找狗。啊，不洗啊，文蛋！你今天是要洗还是要剪？我今天不洗啦。哎，三号嘞？在那边呢、啊。我们等他。你们慢慢的等。哎，他还在洗头，我们还要等多久啊？哎，看我的。哎，这里我来就好了。我们帅哥心情不好，你可以按来剪。不行啦！哎呀，没关系啦，有事我负责。你这人怎么这样子嘛？不要动啦！哎，这件衣服谁的？不要动啊！你动来动去，叫我怎么洗？拜托！班长，是。卖叮当啊！叫你卖叮当，台语听不懂哦。嘘，嘘。好了好了。哎哎，你们紧张什么？嗯。班长好，不好意思，拍谁啊？我不晓得班长也需要洗头。快点啊，不会用丢的。啊，我怕会砸到你耶。以前我做工的时候，水泥从三楼一处丢三包下来，我一样背着走了。哦，快点的，嘿，咦？报告班长，我是无辜的。故意的还哭？救命啊！报告班长，干什么？你有没有看到我那条黑狗啊？黑狗？我只看到我前面站条笨狗。那他怎么不见了？你的狗不见了关我屁事啊！你老婆不见了是不是找我要人啊？你怎么样讲？你有没有把他杀了？杀了！我现在想杀人了，滚！哎，广东仔啊，你讲这个话就太不够意思了。我们班长的个性我最了解了，他虽然还没有讨老婆啊，但是他绝对不会去勾引人家的母狗，而且你的狗如果怕丢掉的话，啊，不要去盖着裤头。好，班长，说什么？滚！滚滚！啊，不行，我妈妈，小黑，小黑。Oh, shit.
很好。你的狗养得怎么样了？包班长，硬到六条，十到五条，一条病号。赶快把它医好，不然你就倒霉啊。打开啊！里面怎么不擦？你洗澡都不换内裤的？你说什么？报班长没有？告诉我。你刚才心里想什么？没关系，有话就说出来，我不会罚你的。干，大声点！干！以上点到名的，服装仪容整理完毕再出去。其余的按规定方向，切记军纪安全。祝各位休假愉快，扫兴以后不尽力解散。开始。要回的，我在这儿带小的，你在那里教大的，小的好带，大的难缠，怎么样，累不累啊？连长不是告诉过我吗？教育就像机器一样，只有休息，没有累的。里边坐啊。好。你从小就在这个小天地里长大，有机会啊，多交几个好朋友，对你将来是有帮助的。其实我的朋友比谁都多，比谁都好。来，院长请。三兵队，要钱帮我那个妞，要钱帮我洗。跑过去了，准备走路。什么？
神经病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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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你们说怎么办嘛？哎，王爷来了！王爷，我没话了。王爷，王爷，一定要听你的。哎，王爷，王爷，我要回去了。不要开玩笑嘛，我是在那边找人的嘛。哎，我是找你妹妹。哎呀，真的是找人还是去了？哎，别走嘛，来吧。俗语话讲吼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劳其筋骨。靠其心志，放心，你若好好去谈吼，我也袂亏待你啦。想较开咧啦，啊！你都学我安尼时，头壳结个怣怣，啊，嘴个管甲夹一个，都过去啊。即阵我毋是活甲好好滴个，对无？靠靠靠，靠上死人骨头啊！你若敢要靠衰靠吼，你做嘛是无帮你做，我你讲来哦。第一条，你就当作害钱啦，无你去赚。不会啦，钱我会慢慢害你。害到什么时阵害？我跟你讲哦，今仔日吼，卖烟的嘛在害烟的啦，卖烟的嘛在害烟的啦。靠你啊！好啊啦，人家等真久啊，钱嘛收过啊，人家来避免哦，大家拢真歹看。拖出去啦！我不会啦。哎，你和你讲无爱，出去啦！不会啊！啊！来拖出去啦！来啦！来啦！阿伯，阿伯，你来接你来接你来接啦！哎呀，无你跟你等啦！哎，你过来啦！下来啦！来啦！来啦！你叫我上，你跟你自己来啦！啊！我不要啊！起来了，快！好了，快点的，来不及了。这边的，给我！快点来！
这条是死巷的，他们来这里干什么？我看呢，他们是迷路啊。小心看着，很贵的哦。干你娘的！师兄。红军平路。训练你们是为了使国家多一份安全，不是为了制造杀手。违反军纪，轻者退训，重者移送军法。你们苦了这些日子都白费了。大家都给我出列。出来干什么？报告队长，是我准的。你混蛋！部队待命。李军，哦，
你给我进来。是。报告。进来。输了还是赢了？报告队长，对方全军覆没。他们是该打，可是我们没有权利打人。是，队长。既然你把事情担下了，禁驾三周，你看怎么样？谢谢队长。不睡觉，出来干嘛？今晚上的事，没有理由连累班长。你应该罚我们，不应该你也被罚。军中的事，很多是没有理由的，只要是对的，就去做。而我认为今天晚上，你们做的事，是对的，所以我跟你们在一起。谢谢班长。不过，你现在出来是错的，赶快回去睡觉，否则江湖蹲下二十个。是的，班长。单位降落在不同的地点，你们必须按规定的时间、规定的目标完成规定的任务。你们搏击过狂风暴雨，走过围川激流，希望你们能忍最后一分钟，撑最后一秒钟，度过这最后的十二个小时。
进来呢，向右前方滑行啊！拜托啦，没办法，已经缠住了啦。都别乱了。阿才，不要紧张啦，我们不要再绕，保持伞张开啊，就不会有危险啦。好好好。又怎样？我的脚好像扭伤了啦。文丹跟千把彩呢？他们俩在几天后就缠在一起了，赶快找找看。谁知啊？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在幺幺洞两，我们第一站的位置是在幺四洞馆。我们要进行方向是那里。女生啊，小心一点啊！你一个人进来干什么？谁说的？
我问。你们迟了十秒钟。林彪，哟，你的腿有没有怎么样？报告班长，没事。你们再不走，下一站耽误的就不止十秒钟了。是的，班长。换我来背啊！快走，快点！不是，哎，等一下，哎，文蛋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要不要紧的了？我早就说过，我会拖累你们。拜托你们不要管我好不好？我们也早就说过了，要退，大家一起退。如果我们把你留下，这段日子才真是白熬了。嗯。何况，我们已经来不及了。不过，妻子总应该准时到。交给你了。
报告，丢王八蛋！以前如例，报告长官，我要等他们的了。他们人呢？九条好汉在一般，九条好汉在一般，说大就大，说干就干，管他流血流汗。奉献是革命的传统，刻骨是家常便饭。英雄好汉在一般，英雄好汉在一般，九条好汉在一般，九条好汉在一般，九条好汉在一般，说打就打，说干就干，流血流汗，流血流汗。李斌，报，第五班将起。现在几点了？好像正好四点。哦。丁文，过关。多少寒不再回首。恭喜你们！
害你啊？不，不要。没关系啦，我保证不是金龟子。好啦。等等，不归原主。其实，班长也蛮帅的。我不是说我长得像文旦吗？好好干啊！是班长。我就要离开这里，你们要自己多保重啊。你们要想要逃命的话，就不要往厨房跑，小黑就是太贪吃，才会被他们吃掉。哎，广东仔，干什么？跟我来。去哪里啊？跟我来啊。来。你看，厨房是越来越热闹喽。
登上最高的山。